这些的东西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这边有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大人帮忙组装哦。这里有贴纸，你们看看这边有荡秋千，还有一个小车，看这边还有这个，那我们来开始组装咯。我来贴贴纸咯。我们组装好了，然后它这个盒子可以打开，然后可以放自己的玩具收好哦，然后也可以这样，就可以变成可以在边玩咯。那我们来开始打咯。孩子们，睡觉喽！学习刷牙，睡觉喽！好啦，今晚再见。棒哦，妈妈乖乖刷牙。真好漂亮。很干净，好棒。爸爸讲故事给你们听啊。从前从前，有一只小猴子，它非常的调皮。小猴子呢，爸爸怎么不在这边呢？猪爸爸嘞？他在二楼啊。猪爸爸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讲故事讲到睡着了，孩子们起床了，要上课了。上学了，起床了。起来了。小智。跟姐姐去学校，因为爸爸妈妈没有空，乖乖听老师的话。爸爸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学校。好啊，一二一，进学校，超开心。好，下一位。粉红猪，你要表演什么呢？我会弹钢琴。好。好棒哦！下课时间喽，同学们，我们去操场玩好不好？好。走吧，我们来跳泥巴学跳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跳！干嘛？你发水坑。哇，看起来好好玩哦！那我也要一起加入。好，北京，喂！我们要去校外教学了。
到了。你们有带多少钱就可以买多少钱的东西咯，不要超过哦。好，那你们去选玩具吧。姐，我要买这个 M&M 乔治，那个很大只哎，怎么可以买呢？钱够吗？乔治，乔治，你过来看看这个什么？蜘蛛侠！哇，蜘蛛侠，好棒哦！我也要买这个。好吧，乔治，你可以选这个哦，这个很酷哦。好，乔治先结账喽。我来看看吧，这个多少钱？哎，500块。啊？不是特价吗？我看错了，我老花眼了哎。哦，200块。好的，钱给你，谢谢。真开心。来，你算一算，这个总共多少钱？好，我来看看它。多少钱？不过1000块哦。好，付钱给你。谢谢哦，拜拜哦。喂，拜拜哦。Oh, man.